哎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哇，今天天气真的是特别好。然后我前两天，哎呀，因为生理期一直窝在房间里。然后上个周末东京不是樱花全开了嘛，然后去看了一次。然后上次去的是代代木公园，然后今天还想去中目黑看一下。然后这两天窝在房间里看韩剧，看了25、21，然后还有室内相亲，都很好看。然后特别想吃韩料。所以下午还准备去大久保那边，就是韩国城那里找一家韩料吃一下。好啦，那么我们就准备出发吧。太好看了，然后地上也全都是花瓣。